我们先看看菜单呗。谢谢。我们做的是广东菜。这些都是人民币吗？对对对。啊，那不用看了，放弃吧。啊，是吗？第一个菜，咱们就吃不起。全是生，全是海鲜啊，刺身。哎呦，这早餐的这个套餐还真不错。哇，瘦肉粥，皮蛋瘦肉粥，鸡蛋牛肉肠粉，我口水已经出来了。这个太贵了，别做梦了，太贵了，别做梦了，别做梦了。哇，你看这个小花卷，牛腩。此时此刻它比你都贵，你知道吗？哇，这个好，白切鸡，白切鸡饭，对啊。哦那可以划在嘴里，哎，啊，吃了白切鸡，哇哇，白切鸡，肠粉，哇，就就就就，哇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太多，来个粥，粥，粥，甲鱼粥，哎呀，XO 洋酒吧，洋酒吧，到了，吨吨吨的，来两瓶，你吃啥？你自己还没吃啊，哥，你选个好的，我选个好的，大鱼。哎，别说，这么吃也挺舒服啊。我觉得仿似真的吃到了。